哇靠！下面一个天气，上面一个天气啊！今天来这个我们这边海拔县里面海拔最高的一个山上，这边养了几只？海拔1169.7米的地方。带我跟我来买了两头羊，晚上烤了吃。你付钱，我负责技术。行，走。这是什么天线？这样。看清楚了，哇，风景也好，空气也好，就是太远了，这个没什么人家在这里。看一下这个羊，哎，公公过来一下，把这个大的抓住，这个、大公羊抓起来，关着关着看。哎呀，你抓羊的老鼠啊！嘿，咦，公羊别抓，两只，来看我这公羊。别跑了啊！别跑了，这虽然是白羊品种哈、啊，是属于天天放在山上的，没吃过饲料的。32.2，要不要羊往那移来？那螃蟹看着看着也得抓一头是吧？看着还一个母干。这是贵最高的那个，那是领头羊吧？不是，个最高的是抓的黑的。黑的是母的，黑的是母的，那全都是母的呢，那公的太小了，那太小了那个，啊，这黑的是母呀，有小羊在里面，那小羊的妈是这个，是这个烟色，没有小羊生完了，小羊没有小羊生完，就是那一个小羊，就是年初生的，生的都没发情呢，是，刚好拿下去，关了门，嗯，你放心好了，那螃蟹挑着黑的。拎得住吧，这比较壮一点，这只还是可以，这只还可以，这只，走，是母的，21.3，35，21.2，21.3，差不多了，这个蹦，21.3都一样的，21.4，45了吗？哈，也有，螃蟹搞的黑的，来看你黑的多重，这还大一点呢。36.25，36.2，买三只。这个羊23块钱一斤哈，毛屎。这个羊还可以，没啥肚子，基本上都不吃别的饲料的，全都是吃这个山上谷子啊。这个羊肉还是非常不错，虽然不是说黑山羊，但是这个肉质的话呢，非常鲜美哈。这总共三只，这个90公斤，180斤。有多少钱？4000多块钱。然后什么时候删？然后我不删，真不删，我要玩它俩。我天天会来你家看一下。你放心，我不放我家的。开玩笑，你想吃这两个是吧？啊，那你早说吗？留给你。我发现他们两个走都还没走，就说明天要去看一下，后天要去看一下，到底杀了没有？天天要去，哪天他偷偷吃掉了都不知道。要时时刻刻记住，你不打电话来，你就是你的格局没打开。他不打电话来，证明有问题。放心，这两个羊烤，啊，给你们一人留一个。要吃羊排、羊蛋蛋。羊蛋那个羊排没得吃，哈、啊，吃两个羊烤就可以了。我不会称了，你去我家称，我不会来你家称了。我做了你不知道。天天来看一下，我半夜搞给你讲。我天天来，明天开始我天天去你家。来吧。那螃蟹笑得这么开心，螃蟹，回家。你三哥。这是我姨娘的。到家了，兄弟啊。今天晚上你还可以。螃蟹，人家拿个那个测孕的测一下，看你没有崽哈。我们要好养的。有崽的话就养，没崽的话就下锅了。你要封他们给谁？给两个块钱。给个橘子给人家吃。不吃，好东西。他就不吃。啊，跟有的可以有。袁大哥那有崽吗？养皮皮都长，哎呦，这别养乌大白的呀！螃蟹当宠物养了，这样拉着人家走。这个呢？这螃蟹不知道是哪里这个爱心泛滥了，
他说养的这不要杀到两只羊刚好做种。嗯，刚好一公一母，啊、你挑的公的，我那个母的。真的假的啊？本来吃的。没搞到人家两个老板没羊肉吃是吧？我跟你说，赶紧去做饭。我晚上我告诉你，我要到你家吃饭。嗯，你去跟我那婆娘说一声哈，啊，你就叫她搞两个菜哈。